等外卖啊，不是等外卖，等牛杂宝，牛杂宝。哎呀，打开。嗨，晚上好呀。今天好难困困，昨天休息太晚。猜为什么觉得休息的晚？昨天洗漱完之后，在那里看公益，研究一下他的摄像头，研究一下他的镜头。青春。你在想台词？铁站炉，铁站长长的九十九峰，铁站长长。也大张张，哎，为什么他这个没有特效？哦，来了来了。谢谢，谢谢初二的零点一分。啊，有特效了。吃的不是叶子鸡，等一会儿去吃。我先打包一个牛杂包，牛杂包，牛杂包。谢谢大张张的第二个九十九分。那我今天给自己上画了一点小猫纹，但只有一不是小猫纹，老虎纹，老虎 ，tiger， 但一点点，不是很明显，上镜根本看不到。是啊，我很喜欢牛杂，好吃。是老虎个牛杂包，然后就是老虎啊，它有那个纹路，猫也有，我把挡住了，看不到，没有办法。你的画太小了，对，这个被你发现了。我今天眼妆确实和昨天不一样，今天画的稍微偏粉了一点点。好哟好哟，明天我舍得收镜。哎呀，头发都飞了。厉害哦，厉害厉害。这么短的时间，天哪，明天就只有握手，没有公演，没有其他的了，厉害厉害。牛小这我不得好好化个妆，我今天应援的时候妆没化好，那我今天超着急的，因为我那个握完手跟你呸说错，翻完牌就是那个微博翻完牌之后我着急化妆。谢谢大长长的九分。谢谢是瑶的零点一分，然后指甲明天卸了，我明天可以有时间的。哦，我发现我更新了口袋之后，它反应有点慢。谢谢大长长的用来发电。谢谢星期六，谢谢江阳姐。哎呀天哪，好用吗？今天微博有没有发到？还是谢谢程瑶的九分。谢谢满头问号的那张，先翻牌没有配过，哎呦，没有被翻到，离婚一天，离婚那岂不得分财产啊？你的财产都要给我一半了，你不是为了故意给我你的财产吗？谢谢年年有余的皇冠，谢谢年有余。没有白白离婚的吧？说吧，怎么分吧？我四你六，可以吧？怎么了？我没看到啊。我可不是诈骗，是你刚刚屏幕上说的，大家都可以做。谢谢海贼王。哎，欢迎小豆。网络诈骗。其实，谢谢海贼王的奶茶。你有什么？你零我一，也不是不行，我觉得可以。意思就是说要给我你的全部是吧？就是你要把你的全部给我，我就是一就是全部，你就是零好。哦呦，怎么回事？去哪儿进修了？老刘，我就是第一次见你，想了解，还不快就几天，就几天。不得了，谢霍尔泰的一分。哦，你这头发算盘珠子。
我可没有，我可没算。这东西怎么能算呢？所以我说的很大，大概，大概。谢谢木华西坡，谢谢纸巾的酒花日，谢谢纸巾。这是我应得的，没错呀、啊，这是我应得的。我刚才想跟你们说什么，我都忘了。哦，接着跟你们说，就是我着急去剧场，又骑小车去了。我现在觉得自己特别的，怎么说呢？每天骑自行车去上班的感觉，你们懂吗？很神奇。到了之后，门那个小车一锁，拎起我包就走了。我不能任由自己这样。骑车确实，主要是对离剧场超近，如果要开车就会堵。还有一张纪念的，没事，嗯，下一次还有机会。骑车还好，因为我冻，我很冷，我今天被冻醒。每天都有出言不逊。谢谢肾脏丸的九分，谢谢。整量二八大杠。今天都没看到，你能看，但我才习惯吧，在金鸡安监控了。哎，骑车上班没黑，还好还好，不至于。谢阿姨，谢阿姨的面一分儿，我觉得还挺方便的。谢长裤的画画，因为那个点儿一般打车你得十五分钟，然后骑自行车只要5分钟或者4分钟这样。谢谢霍尔泰的九分，谢谢霍尔泰，谢谢最棒的人的一分任务。我就是这根手指头往上翻了一下，哇，超痛，现在都还痛，但是还好没有什么大事。为啥打车还慢呢？因为那里超堵，因为是在火车站附近，你知道吧？火车站嘛，人来人往，超多人，而且很多出租车，很堵，会很吵。要不是我睡得死，就每天睡的时间不算很多，不然我就会困。哇，谢谢我的哥哥的999分，谢谢我的999，哎呀，果然，我昨天去这个音乐上搜999分，还有搜99分，搜不是有用的。行，我马上搜别的歌一会儿。哎，可惜那个手机没带，可惜了。谢我大哥哥。哦，想起来我要跟你们说的，我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笑的时候，你发现没有，我今天的嘴比平时厚一点，对吧？是不是？因为今天给自己啊，你听不清我说话，怎么会这样？嗯，肿一点，这叫饱满，不叫肿。建议换个词。谢谢左一的结婚。我发现我笑的时候，我不会这样笑。果然是搞混。就我笑得很开心的时候，我是咧着，这样咧着笑的。我跟你说，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在想，我就笑得好看。然后，我不会，我这个轻轻笑的时候，我嘴角会往上翘。但我一开心笑，嘿嘿，他就不往上了，他就平着的。真的，我才发现的。我就说为什么我有时候笑的时候，我感觉我有一种憨憨，然后又感觉脸变大了的原因，原来是因为我只会横着笑，别人笑都是这样笑的，我是这样笑的。我就想为什么，然后我今天锻炼我肌肉。谢大昌昌，谢大昌昌的99分，谢谢周周。有酒窝，哎，我以前有梨窝，现在没了，为什么？我是这样子提的，哎，你不说去不去吗？我压住这里的肉，然后努力笑，让我这里的肌肉很奇怪，它怎么动了？谢
谢谢谢九五九幺五的九份儿。不是有一首歌，哎，我们有一首歌叫《金鸡红》吗？有啊，那个嘛，对，《金鸡红》嘛。噔噔，对，走了走了，好，我要去走了，我走了。我以前也有一个窝的，现在没了。哎，努力一下还有。我们要不要加一个？关注一下。看一下。嗯嗯，去哪儿了？嗯，哎呀，哎，我没有，我只有褶子，我天，坠了。哇，好香，好香甜。来吃哇，椰子鸡还蛮香的。啊，这桌子有点小了。哦哦，好，那我在，那我坐这儿最里面，这里面没有人。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尝试新鲜的东西。好香啊！就不是一个很喜欢尝试新鲜的。太香了，香昏了。真的很香，要是这家店有鸳鸯锅就好了，我还想吃鸳鸯锅。苦瓜和香菜，你们吃？不行，香菜我不行，香菜我真的不行。香菜我真的不行。小虎哥今天社恐了吗？去没人的地方。去没人的地方是哪里啊？哦，没有生菜，那还有真的超香，我鼻子堵的都给香通了。嗯，好。先吃，先吃一口牛小菜。哈哈，你们笑什么？你叫什么？什么？秋香？你这叫什么？你们在笑什么？给你们扇，扇过去闻闻。啊！你在笑什么？我刚怎么了？你刚说周香。不是，他们在笑我。哦，表情啊！要笑我表情，确实我表情第一。喂，哇！别管，好香。把扇子给我。扇子哥吃吗？我的嘴，先吃，先吃两口牛杂包。哦，对对，给你们看一眼啊，朋友们先吃。我还笑啥了？对我说，通话吃一点也不够。你跟我说呢？我第一次叫你说这么准。你的王子，天使是你的王子。你的王子，但是我说的香其实椰子鸡的香味，因为椰子鸡很香。这个是，这个也香，不同的香。哦，那个微小，微小的。不是啊，是我刚刚在那家店点打包的牛杂包啊。哦，对，今天有人说我讲话变得很机车，但没有办法，我被影响。最近有很多香港的朋友来，呸，不能这样说，呸呸呸。就是王子是吧？不会，就是变得不能说很机车，真的小，刘珊珊非常猥琐的样子，变得非常女孩。我叫微小的光，但真实是什么来着？真实叫做，哎，我真是我记不得歌词。什么叫唠唠啊？不是被带啊？对，有一点，我因为我很容易，我说话很容易被影响，就像别人说我东北腔，就是我只要听人家这样讲话，我就改很难改，包括川普啊这种。台湾腔嘛，先小吃一口吧。这个低落太阳的人家又很优雅插话呢。我想，我也想那个。干嘛记个小光的名字？我也去刷刷。写超酷。谢谢。可以来一点哦。来吧，谢谢。哇，谢谢高级马卡龙。哎，怎么进不去了？是因为你比较高，所以你特别喜欢送高级马卡龙。他们家就是那个，其实他们家什么都连人都不是。让你们免费听弦子唱歌。见你的夜蝶，他立马驳回了我的话。谢谢小车。但是并不是，我就是喜欢送你马卡龙，我还是送你夜蝶。我喝了那个什么？谢谢。哎，我今天去做头发，我真是收拾不出，我要打绺了，现在都发焦了。
而且那叫什么来着？现在理发店洗头吗？对，理发店洗头头就是算了算了，算了算了，非常的丝滑，这么有钱。哦，你是说听鞋子唱歌算了？谢谢胡歌，我的依靠，奶茶，没错，是你。什么呢？可不是我炸的。就点了两个都可以分我一个。我也想吃一个，我想吃一个那个。没有，我就很久没有那个消息。在哪里点？只是放到后面，真的就一根一根的那片。哎呀，要说一个服务员讲可以不？哦，还有个生日蛋糕，真的无语。你们怎么帮着我一起诈骗？谢谢馒头，谢谢不完，谢谢。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这什么长吗？嗯。明天我要嫁给你啦！明天我要嫁给你啦！要不是你和我，要不是牛奶的时候，你怎么让我心痛？天天都是你啊！男的，男的，对对对对。谢谢你们知道吗？谢谢。不是杨雨欣，杨雨欣，他不是昨天说陈南希嘛，就我们南希上。嗯，如果要他就给陈南希发消息，他说有空我们一起吃饭呀，然后他发给了陈山南。然后重点是。就连陈南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的，你知道吗？你听懂吗？他说的是北北，北北，我们有空一起吃饭呀。陈南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我估计陈南以为是北鼻。沙茶酱，杨雨欣，人家也没给沙茶酱。他说陈南希，他不是喜欢陈南希吗？他们今天就在拍照，然后他给陈他牛腩，结果他给陈南希发消息说，我们北北，我们有空一起吃饭。结果他发给陈建南了。哎呀，好想喝口汤。关键陈建南没觉得有问题。我先喝那个，尝一口，香乳哥，笑死了。哦，谢谢你来，九分，谢谢大长长。你说他爱吧，他也没那么爱。笑死！有点好看。然后我感觉是他提到陈南希的时候，眼睛里都在冒泡。真的吗？到底爱不爱？爱。好，回头吃点。可能很爱，但是眼睛眼神不太好使。嗯，笑死了。北哥，真是北哥。小包，他给我发消息，他说，他说刘贤，你可以来剧场，我们到时候可以见一面。然后我说，哦，你在台上表演吗？他说在电影。然后我说好，我在做投资。然后紧接着我就做投资了，我就没有看到手机，结果他发了无数条消息。这是扫码点他发到后面，他说：“刘星，你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我要走了，看不到你就算了。”结果没想到下一秒他就看到了。最常吃的花花，哎，这个牛杂挺好吃的，没有错过，没有错过牛杂。我们在一起唠嗑，给我拿碗那个，他好瘦啊，他真的好瘦。你想想，我们俩拍档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胖胖的，结果我们两个一第一，两个人都变成了瘦子，谁懂？为什么？是天注定的，我们没有办法当拍档。回家牛杂主要就是料，就是蘸料。为什么呢？巨是俩胖子，散是俩瘦子。是牛杂，不是啊？他们点了蛮多的。夹在他碗里面，给他分一个。来个。不是我要毕业的，是他说的。他说高家不养闲人。木瓜椰子冻，还是太香了。他们用什么办法？太硬香。木瓜椰子冻，再来这。哎，你们点了椰子汁啊？点了。谢谢青柠檬烤串。这么小的。哦，谢谢。哎呀，我没有做过瘦，没有在减肥。你看我最近吃的什么都吃，我甜食也吃，油炸的也吃，我感觉糖水我也吃。好了，不要别吃。什么没有？不是说他胖，你知道我跟文小哥一起，大家一起说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吃饱想瘦，我没吃。我们说的最多问题，我们一起吃饭，我们要防守的马卡龙。好香啊！有没有人去打料？去打料吗？我打完了。去不去打料？打料。走吧。嗯。打料去。小心啊！我在做饭。对，我们两个以前就很热情。锅往我脸上。吃到了个花生。全是解暑的马卡龙。好吧，我也带你们去打料吧。
见过日。嗯。哇，好亮啊这里。啥什么亮呢？嗯，你们光眼看就是是不是就这样子看我们的？嗯，双下巴啊，真的！天哪！哦，沙茶酱，这里有沙茶酱哎，尝尝。超级必须得要有。沙姜是什么？这是别人夹完的，这是别人夹完的，挤完的，我就直接挤完的，我直接往我碗里夹。沙姜是什么呀？沙姜是沙茶酱和姜葱汁吗？就是别人夹剩的，你后面夹的那个木瓜椰子冻这边没有了。哦，那也随便要个椰子，就是那个甜，嗯，对，一样的。我知道了，我看到沙姜，沙姜。秘制酱油，辣椒酱应该放哪儿啊？不是，秘制酱油，辣椒酱是？这是秘制酱油吗？是吧？不知道哎，这边酱油。嗯，好，谢谢。好，我要是辣椒。那我也不要沙酱。是那个辣椒酱油，放在这儿吧。等我打要个酱油，然后要个葱花、小金桔就好了。我胆子不要。算了，我是需要用蒜泥的，不爱吃蒜泥。可以了。再来点醋吧，我必须要再来点香菜，厉害吧？哦，给你们看。OK， 好了，香菜打完了，再来一个放沙姜酱。哎哎，我分不清楚了。怎么这是什么？酱油。哦，好了。哎呀呀！听我说。嗯，太小就吃不完。表演应该整大的，都是这样端碗的，一下端两。厉害吧？哎，对不起，让你看到我腿烧了。怎么弄的？就是上面的手指。这不是我本意。哎、就是上面的手指拿一个，下面的手指拿，下面的手指拿一个喽。谁给的锅呀？这样。那个吃套餐。哦哦，那就好。可以吧？能看能看，真无语。我们公演的时候，你们难道看到夹五个想得美？你想得美！这时候不是得那个了是了是的，秀腿不是我本意。劝、哎、你，我觉得是毛事里面算就好了。对、哎，并不是我本意。哎呀，我就说为什么我感觉这个就是沙茶酱加的，我就拿了俩，油豆腐，嗯，不酸，好辣。今晚发现我什么？我本来就很瘦，好不好？我就是脸胖。亲朋好友都夹的，给人一种我很胖的错觉，但其实我很瘦的。夹五个，确实夹五个要六个手指头，一看就知道。这酱很好吃，不酸，就是酸辣咸。我也想吃点小豆豆。能说能别人加过的吗？这是我的衣服，身家围裙长这样，这是我的吊带。这不是庆姐那个 MC 说的吗？还会的一首那个粤语歌，然后唱完粤语歌被人嘲笑发音。昨夜秋风害我，我尝尝。蘸沙茶酱怎么做的？唱着这首歌。这是好心分手，吃到嘴里之后，这就是好心，不知道为什么开始流。对，好心分手。哦，这首就是好心分手。有纸吗，朋友们？没有啊 ，friend。不会这里的纸要钱？
这个指示不要起。你们听懂我大 MC 说的话了吗？听说是。你们听懂我说的了吗？啊，对，我唱过，我忘了都。冷雨夜，我在你身边，很问你为之，我知道我的心。我来给我的。那个，说吧。这个空调这个还有用吗？没有了吧？但把这拿走了。这个盘子，空中的有好多。喂。哦，我的椰子都没了。是这么脆的。我好中意你呀。你要不要怎么样？牛肉可以下南京。广东人觉得粤语吃的好吃。还吗？还吗？我觉得粤语吃的好吃。好吃。我还会粤语。我粤语说的也很不错。你说说。我说的也很不错。大 MC 怎么说？我说了。你说你现在。来到呢度玩好开心，我听懂了。来这儿玩很开心。来到玩好开心啊！我说的也很好、哦。你哋广东话好犀利啊！系啊。晚上吃冷的发胖不是我不会啊，我昨天一晚上吃了四个冰淇淋，还行吧？因为太饿了。是不是还行？哦，太渴了，不好意思，太渴了。我说的是广东话、嗯、我今天没有好好说、哦、不是没有好好说没有说好哎，我还会雷行生压门冰冰都中生加油转压门冰沙一个人压门冰沙一个人好好好哦，对，还有声雷雷发，嗯，有几个字不标准，就那个果果果嘎，哎，广东话，还有广东话，哦，广东话，普通话，我的老家就在这个土，我是这个土里土生土长的人，嗯，这个土屯在坡，这大。有山有水有树林，人类心情平和睦。我开始，老少朋友们，我开始闭嘴了。然后开始吃东西了，我一吃东西就没时间说话了。李唐话？不会啊。什么话？李唐话。李唐？嗯。那藏语吧。我会。嗯。金金金。真无语，不会，真的不会去藏语。你说，伢嘎拉去，伢嘎拉去，什么意思？不会加法，答辩，来一个，答辩，加法，答辩，这是啥手叫？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指示？我也不知道。开动，耶，耶，老师，竹荪。就是你好了，给自己加了那么快肉，还没有网，不知道为什么。这有 WiFi 吗？WiFi 是哪个？哇，我给自己加了大块肉肉，太厉害了！大姐的粤语都好可爱。大姐。你要是好辣呀！缩写。啊！我这两天通话好烦。哦，还有家呀，我刚迷茫了。大哥，哦，我说怎么开始说叫大姐去了？大家好啊。刘贤怎么说？刘淑贤怎么说啊？粤语。老姓丁。老五，我是老人。老丁。老。你是老人，我是刘德华。哇，好看！我是刘德华。嗯，不要做不可以吧？太多了。我这么说，我想问你怎么讲？咱不好听讲，没有记住什么。老中法，给欧大哥的一分儿。好。嗯。你们听懂了吗？这句。嘿，老虚，是这么读吗？
卡吗？还卡吗？我是。为什么你们在上海不学上海话自我介绍？因为不想学。哎呀，因为大家每天都待在上海的话，就不会想学。我来爽开一点。我在广东待过一年，哎，我在广东生活过一年，在广东生活一年都说普通话吧，说四川话。我们班还是西游波好听啊，西游波，西游波好听啊。广东，东广，东广，我买盒去，不要招他们羡慕。我第一次介绍很清楚的，我只是突然忘了。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不吃鸡皮的？吃不来鸡皮，我的最爱鸡皮，黄金汤，我只听说过黄金汤。最爱加一，鸡皮我的爱。谁？还有猪皮啊，猪皮还行。西游包，嗯。为什么我说我自己叫西游包？我吃不来鸡皮。咋笑我？我哪说不对？而且我声音比弦子带我声，那可能他的音频会比较那个，知道吧？那这个店里没有网，哎，真的将就，因为我自己的5G 只有一格信号，不是我不想，我不是弹幕装的，我只能想出这点办法。昨天也是，不是很喜欢吃鸡皮。那看来是我的声音有变化。很多广州广东成员。哎呦，这道骨头了。小爱，小鹏，他们说弦子好兴奋，我怕他吃东西呛到。谢谢，谢谢弹幕壮哥的一份。我冷静一点。SUV，冷顶，压顶。你感觉到了是不是？没有感觉，毛啊。毛啊。潮汕话不是广东话，刚才给你们听讲唱歌的呢。真的假的？广东话不是。哎，刘姐，你用真的吗？5G。5G 加一。几个信号？压乙三。压乙四个不是话，不是。压乙三。四个。那我是，耶，我也是四个。看来我们俩。谢谢油条酸奶的一分。三个。WiFi 就卡，但是用5G 也可以，因为我5G只有两格信号。还会说哪里的方言？我还会说。包家方言。对。对。每次吃鸡皮，我不会噎到。低声上。没有低，我没让我低用四 G。泰语，难道不是5G？不应该自动降？嗯，泰语怎么说来着？怎么关5G呀？他只会说，萨瓦迪卡。哎，在泰国的时候也讲了几句，但都忘光了。水晶晶这种，一般没有，他已经好了。听别人跟我讲。因为哪有移动梦网，我的妈！我一般我记得我们点了挺多菜的，怎么都没来？就是属于一个游客，你知道吧？想吃丸子，哎，当好了游客的本分。钳子想吃丸子，长沙话不会讲，都有点长沙口音。谢谢阿叶的九分，谢阿叶。姐，今天想想吃什么奶茶？闽南语当然不会啦，因为我，你以为我什么都会呢？我什么都不会，需要你们来教我，知道吧？好吃椰子冻。哦，肥牛，我没有下肥牛啊，肥牛是不是下过？还没呢。没有一个梦吗？我会。哎呦，谢谢。我会不张嘴说话。你们会吗？谢谢。你们不会吗？谢谢你的九分。
快睡吧，就是我张嘴说话，嘿嘿。几个人打了？其实上海也有很多，是我在吃东西。东西，咱们也不想找。丸子好贵啊！好想光彩，好吃好吃。朋友们，光彩你们聊天，已经上手了。丸子当主顾，快扔回去！你说光彩光彩，你为什么不听话？没听到。光彩不到一分钟。你们建议吗？建议。真的？我不建议，它会破坏味道的。红豆泥，你涮一下，你在那个茶里面涮一下。乐乐茶？不是，有个什么茶？哦。涮那个涮碗的茶里面涮一下，再扔进去。哪个碗？这他用那个蒜那个油丸，但是用的纸杯，一次性杯，然后刷用的热汤蒜。讲完了。我最近经常在小红书刷到别人吃那个剑手青，你们听说过吗？就一个菌子。真的很害怕，我觉得我是不会吃这种高危性且他们嘴上的酒味，就一不小心就长板凳的那种。我每天都刷到有个人，他吃了菌子，以为自己没中毒，结果直到有一天，可不是直到有一天，直到他看到他自己家的狗跟他说：“菌子好吃吗？”我以前感觉我没有吃菌子中毒过，我真的想去云南吃菌子，但是我不会吃那种高危性的，就一不小心容易嘎的。但是我不喜欢学那个低微的，那肯定是很好吃，所以别人才会这么那个。确实，不喜欢再吃。因为我嘴又吃变色了，我每次吃我就这一圈都会变紫。是啊，因为我以前想吃的嘛，真的很好吃吗？水果，是吗？我有过，叫石川石果。然后，因为我以前不是学服装设计嘛。但我不是因为服装设计想去，我主要是因为动漫，看动漫看的想去。但是我没吃过芭乐，我只是芭乐味道的。五十一，学了全忘了。有没有纸？当时还记着一点点，先生，没有纸。没有纸。啊，因为我有纸，有纸。皮肤很高，的皮肤很高。我已经在身上滴了五十滴呢。我包里有纸。而且那个外面。没事，谢谢牙牙的零点一分。三天日语啊，对呀、啊。我去找我爸，然后李红阳他妈妈也说，留着给我吃。你是去云南再找他们。就是英国那个母亲直接火锅出来，就跟拼音一样，就跟拼音一样。阿姨西铁路。你看你的经济能量，我真的。哎呦，先把它放回去。对，五十斤。他们要干嘛？然后我要学自我介绍。学自我介绍，希望有用的那天。他的学名叫什么？真的，这里好痛，超痛无敌。学名？情人果。36。那情人果是什么？吃了真的变情，你说怎么着？也不知道这个丸子有主播是我啊，什么？我来做这个还是我被做的？一就不能一起？我打希望啊，因为啊、还有一个原因是，可能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他们竟然背着我干这种事情。因为以前我特别想去日本嘛，然后又经常看动漫，所以我每次去我同学家，然后有一次，去同学家，或者是他们有他们的朋友来，总是会问我是不是日本人。真的，一点都不夸张。然后有一次我同学他爸喝醉了，他指着我说：“你怎么这么长像日本人？”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他是在
我懂，就是有一种很像在，就很奇怪那种感觉，你懂吗？我也不明白，很非常的日系吧，可能觉得我。觉得我很日系，因为我以前很喜欢买饰品。嗯，什么好笑的？然后就属于可爱的那种类型，然后就买那种饰品版。那种饰品就是，虽然是一个粉色的一个小蝴蝶结，大蝴蝶结，很大的蝴蝶结。姐姐哔哔哔什么的就很，对穿着呀、打扮什么的吧。广东特产什么广东特产？然后包括我们出去聚会，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就是我朋友的朋友或者朋友的同学，因为我们分开学校了，他们就会说我长得很日本，就觉得我像日本的女孩子。但是我当时不这么觉得，也可能是当时的感觉吧。对，就是因为当时确实也没长高了，都是小闭口，比较难过啊。是的，两分钟后下播吧。谢谢你，还说矮矮的。哦，谢谢那儿的25个仙女。谢谢姐姐，谢谢。今天我们姐姐才搞笑呢。我怎么这么有美她给我拉拉链。她给我拉好之后很震惊的样子，然后就开始笑。我问她，我说你怎么了？谢谢你，他说他才反应过来我没穿鞋。谢谢。我刚开始都没反应过来，我后面才反应过来，因为他震惊了。他说当然不止他一个人这样。你听我说，我真的差那么多吗？应该还好吧。先下雨，你知道这牛丸煮好了没？好了，已经好了吗？嗯，行，它已经浮起来变大了，就是可以吃了。那牛丸我要蘸沙茶酱。这个姐姐没有给我面孔，你知道很搞笑。自从我知道她比我小之后，但我忍不住，我还是没去叫她姐姐。我给你补点。然后我每次给她发消息都要撤回，然后叫她的名字。没到过生日，就是怎么说呢，也不是很尴尬吧，就是小心小心，还没有咬过，还是放在碗里，被我们说发现了，说这个碗里面好甜啊。对啊，叫云姐姐，就是你还有这种最好吃的鸡还是在排骨，是吗？它真的是给你的尊度加速，甜甜的，甜吧，超级甜，好烫。姐姐姐姐姐姐可不会把人家肠分我一半，不多不多，只要一半啊。可以吗？嗯，也分了9分，又中了。反正你们阿姨花可以分我一半。嗯。谢谢公公，我走了，拜拜，朋友们。我都公公。那我还得谢谢你呗，我也给你一半。我们什么都没说。我也给你我的那个花呗的全部。拜拜，走了。我就没有在平底鞋过。我现在已经不会穿平底鞋了，我穿平底鞋我都站不稳了，你知道吗？是不是要加宽？这丸子挺好吃的。好了，好吃。今天 MJ 我本来想写增高垫的，最后没写了。你觉得增高垫多好呀？但是不好，但是跟大家。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都需要的。对，我一般牛肉网还有穿，对 MC 这么写的词，我写的是增高垫。突然一跟大家一比，我就觉得我好像跟他们不是在讲一个 MC， 所以最后我放弃了。
垫袜子，我试过一次。我好奇，我试过一次，北子好像穿平底鞋的，哎，北子脚码跟我不一样。我只是好奇，我想试试它到底行不行。哦，回牛啊，回牛，回牛。不怎么样，那才叫不稳当呢。穿袜子就真的不稳了。旁边在唱歌，人家放的音乐。不是我，哎呀，你们误会我了。我怎么可能是穿鞋子然后增高垫袜子里？那我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我当时也不能这样说，忘了我对面的美女。我们关好久了，很久没有我是穿拖鞋的时候，穿拖鞋嘛？你怎么垫增高垫？你搞笑哎！我单纯穿袜子了。他被我吃了。对面是咸的。给王姐零点一，王姐，穿拖鞋没有？我只有一次，我试了试而已。我只是试了一下，没有真的这样子，就是这辈子就试过一次汗。你说这零点六那我适合那个厚底洞鞋，我有一个厚底洞鞋，哇好沉，但很高，穿上去之后显得人都瘦了，老挺拔了。别听那种刀子，要不都夹出来。嘿，夹出来。你知道哪里的人看过我的真实身高吗？其实很多人都看过，实际上还行。你们猜是什么时候？谢谢婷婷，谢谢婷婷聆听的就问。我是底减啊，工作的时候。对啊，是水中的时候啊，不知道。水中的时候怎么穿啊？这椰汁都没有这个椰子鸡汤甜。是不是看了一下觉得我还行哈？没有那么夸张哈。我偷偷垫脚，没有。看哪偷偷垫脚去了？我边跳我垫着脚跳啊我。我也只有，我只有上次跟瑶瑶跳曼陀罗的时候垫着脚跳了一下，很搞笑。我好想去看于可和于爱。我努力了，努力过。他们是谁呀、啊？是重庆的大熊猫。哦，超级可爱的俩。是吗？他俩就是一样大，双胞胎。因为上一次太夸张了，他们都在那儿震惊。就是两大熊猫。我们姐姐震惊，她不是笑话我，她是震惊。然后在那里笑，那可以去啊。他那不是笑话我，他只是觉得非常神奇。去重庆玩一圈，然后就觉得有这么夸张吗？然后直到我，他们长得就是跟别人对吧？看起来我俩差不多高，对吧？我是这样子的。你单独如果看我那样，我可能觉得有点矮，但我跟别人站一块儿就觉得，哎，我还行。比如说你看拍水族的时候，就觉得还行吧。谢谢荣耀的奶茶。自备一个箱子，不必吧？那样子，人家立马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做了。你看，他们长得就很不一样。确实，长得像画的。好胖了。他们俩好胖。给甜甜，感觉面向上攻的，这个，我其实很高了，确实啊，我也觉得我挺高了。不是，刚才这个是鱼爱，要喝水。甜公主，
来一杯。谢谢西西。啊，好可爱呀！快看，再戴上去。啊，好可爱啊！太棒了！这个太可爱了。真的很可爱。谢谢。嗯。而且有一个的丸子还是有点炸了。你看，你看，刘杰，这鸡好可爱。啊？大熊猫长得好俊啊，好可爱。这杯我干了。这很干净，而且因为那个鱼可的那个黑色的连接的地方是没连上的，就是反正不是，他们不是，只要不是喝水，我就很能喝。然后他们就管它叫烂背心儿。来个赌，这是什么？这是我以前不喜欢，吃不下嘛。那时候还没火的时候，我每天吃。因为王志文太想看到你也喝酒。后来发现我小张起来，哎，张起来了，还在直播。我刚喝了一杯白的。没事。就那一杯，刚那杯。我今天握手不能说了。啊，谢谢 KK。哎，弟弟，是个语气，哪一个？但我怕在他们心中我形象破灭。你还能形象破灭？对啊，你在他们心中形象是不是完美？你一杯倒，带你回家。你第二天起来不要讹我吗？谢幺八八的哎，谢幺八八的巧克力。好像这个荔枝一点都甜。嗯，是吗？没味吗？没有这个汤甜。这汤好甜，你喝了吗？你快尝一下，越吃越浓缩，是吗？你尝尝，喝了白会脸红吗？我不会，我不知道，我没喝过白的。是好甜，是不是？好甜，好鲜，是这个吗？对，我也想来一点，但是它已经下了肉了，喝了三碗了。可以喝上杯子里的。天哪，有一种这杯刚就用的杯，细细的勺喝的，感觉这是珍贵的宝物。哎，这一锅就现在只有这一小杯，珍贵的宝物。好好甜，还你珍贵的宝物，不敢多喝。谢波哥的一份伏特加，伏特加又不是白酒。我不知道会不会脸红，因为没有机会看。很适合现在这种情况，水暖暖。对，椰子鸡汤，但是那是下肉之前、下东西之前的。我的肚，哪个是我的？就是肚。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酒量还行吧，像比较不行的人来说还行，像比较很行的人来说不行。谢谢胡小慧的把陈阳良的酒喝，这辈子我也只喝过。丸子好吃。三次吧。这辈子是只喝过三次哎。所以我并不知道我到底行不行。要不吃点菜吧。我忘了喝的什么了，我也不太那个。对呀，我这辈子就只喝过三次，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行不行。我纯属只是想玩游戏，所以才喝的，并不是想喝。嗯，啤酒，我也有。哦，你说的对，这杯子小的。我这五分之一的小杯子。一人一根就吃掉了。刚喝过三次。要不然下一把面。抓一把面包，下一个送。那你们呢？你们喝酒是就是纯属想喝，还是就是觉得有需要喝？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工作，有的时候是你心情，有的时候就是想单纯的小酌两杯，伤心啊！要结梗，要结梗。我看那天乐乐带的那个，我觉得挺好看的，真的。嗯，就问你，就叫他要结梗。我只是想玩游戏。我也就只有几款能戴。我也是。眼睛挺大的。嗯，我只能戴13.2，超过13.2我戴不了。我只能戴13.0。那能不能多吃点东西啊？喝酒了。醉了的感觉，我觉得一点点醉了的感觉还好。
是那个王者荣耀那个吗？如果多了就不行，就很难受。但是我第一次喝的时候，我感觉我还行，哎，我就是回到晕晕乎乎的，然后我回到了中心之后，感觉能吃了呀，这个油麦菜。吃了一小会儿，我就爬起来去玩密室了。我当时觉得我很厉害，这不是油麦菜。是，我也不知道喝的是什么，没太注意。因为我只是想玩游戏喝的，并不是真的想喝。当时是我们，对，反正蛮多人的。什么时候开始喝？就是来到上海有一次，是干嘛去？忘了，就是喝了一下，哎呀，好烫。是因为我不会玩游戏，因为他们说的游戏我都不会玩，我不懂怎么玩，好奇怪，就是学不会。除了，但是我也不会玩十五二十，我都不记得了玩什么游戏，什么吹牛，我到现在也不会吹。哇，我也不会玩。谢谢建堂的一分。十五二十什么时候学会的？应该是那次是第一次接触吧，但是我不会玩那种，我只是觉得这游戏很好玩。嗯，我在吃饭。问题那个太难了，只有这个最简单。嗯，我喜欢玩天津火，那个时候因为天津火最简单又快速。其他的我就不会。哎呦喜欢一个人喝，一个人从来没喝过，我就不会喝，就是因为我觉得不好喝。哦，但我小的时候，我弟弟幼儿园的时候喝啤酒，先发发的九分，我当时很奇怪，我没有在吹牛，我没有在胡说八道。但是小孩子喝啤酒是不好的，对脑子有问题啊，脑子对脑子有伤害，大家不要再学，也不要给自己未来小孩子喝。有没有再说了？谢词曲的九分。对，会变钝的。然后我呢，我是因为我想喝饮料，我当时我想喝饮料，我看到一罐我也不认识，因为上面写的英文很小，我打开说，我说我天哪，真难喝呀。然后我爸跟我说，你打开了你就得喝，谁懂啊。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写到最后。然后我在那里喝了几口，我就头全倒了，我就说我喝完了。你们有那种感觉吗？就是有一种感觉，他写字写到后面，他就是感觉都崩了，没办法，就是硬搞那种。但我不是说他的，我是说有一些。我还挺聪明，你不觉得？他跟聪明不聪明没啥关系。就是你就感觉你坐着已经就比较容易有感觉。你筷子蘸酒喂小孩，为了逗小孩干。面可以吃了，菠萝啊，来广州可以喝菠萝啤，我知道菠萝。先下掉，什么呀？面条，有没有人吃面条？怎么还有啊？但是这个天哪，好牛！天哪，还有什么？天哪，我已经快吃了。好了，我也准备要走了，我四十五就走，因为我这里好多人了很久的。因为一时半会吃不完，真、好痛痛，好痛痛。有多久吗？五分钟。先搞，让他有可能找凉了。先搞个五。果然不能。你好，你好，你
能加点汤吗？一号，下一号。这个鸡肉。惠子。啊，不能叫，要叫惠子。加汤。叫胡小惠子。我小时候就说。日本不是了，就是你小时候你觉得加个字儿，我的胡小慧，你说能加哪儿呢？胡小小慧，胡小小慧，胡小慧慧，这个有点那个不行，这个有点不太行，这话别人都会叫你慧慧了，我不想当慧慧。胡胡，我还你还给我改姓儿，姓儿不能改吧？我肯定得姓胡吧，谁说胡胡不精明的？那你打麻将不是胡了才好吗？看来我适合去爱打麻将的地方。明天要去哪里旅游？感觉自己在打炫舞麻将。之前会，但我麻将就没赢过，所以每次玩他们都说我又去输钱了。嘿，一点点吧 ，QQ。因为我们只是走个流，嘿，不是走个流程，就是为了记一下我们谁到底厉害。嗯，新手保护期是多少？玩多大的？什么叫玩多大？你说一局输了给多少钱吗？忘了哎，不记得了，应该很少吧？应该一杯奶茶钱这样啊，不是说一局啊，因为我是那种玩两局我就困了。一个牌码多少钱？不知道哎，我不会算这个，都是他们来的。然后每次就是他们教我怎么打，然后我后面我大概摸大概会了，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打。后面呢，不玩钱是不玩钱，只是最后就是说请喝奶茶这种，就是一个10、12块、13块这种。就是这玩意儿精神，哦不是，嗯，嗯，它本身就是娱乐，怎么可能真的玩钱？我不知道自己的水平，不至于啊。对，我都我请，哎，差不多吧。就上次玩 UNO， 跟他们玩 UNO， 出5毛钱这样子。我自从加入了之后就永远都是我输，我也不明白。UNO， 我刚说的 UNO 吗？哎呀 UNO 风水问题，可能是当时坐的位置不行。我跟你们玩应该能赢，我觉得真的。因为我跟你们在一块儿，我也不知道，这感觉就是越聪明的人在我这里越容易栽跟头，因为他太自信了，知道吧，觉得一定能赢。哼，我才不让你们让我呢。哎，说真的，如果你能让我，你以为你让我，说不定就赢了。好像是还搞得你还会猜牌似的。哦，也好像有人会啊，但我不会。演技在线，可
肯定是你们输了，然后说故意放水给我的，没吃，以为自己演得很好，好快。心甘情愿，那你不心甘情愿你也不行，那你不能不讲诚信是不是？你麻将从小我弟小的时候要教我打麻将，我说我学不会不学，好搞笑。真的，他们小的时候都会，好奇怪啊！多小，上小学啊！他上小学的时候要教我，我说我学不会，算了。还真的，就只有我在吃。没事，再等等就继续了。他们怎么吃的吗？那个，这么快结束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说话，是不是一下安静了？世界安静了，朋友。小菜不用了，谢谢。那边也是我们的。对，那两个。哦，好的。没有没有，只是我还在吃。我吃的不累，我就是这个地方好累。我在想为什么我这个地方这么酸痛，我这个地方干嘛了呢？干嘛呢？不是杂物间，后面只是一个楼梯的下面，然后走这边，啊不，走这边，是人家的厨房。不知道，我知道有个地方，应该不是跳太使劲了，我之前就有点难受。小孩耍帅的，不能说耍帅，对，喜欢这样，你们懂吗？你们懂吗？谁能懂？谁懂？就是，哎，好帅。不要夸我，不要夸我，我会觉得很羞耻。哎呦，好痛，我嘴唇好痛。啊，你胳膊，你脖子可以这样发出声音。那你厉害，那你这样，咔咔咔，咔咔咔，有时候真的脖子，哎，我有时候也会这样，我有时候脖子真的很痛，我就想。然后每次这样的时候，又觉得人家不会以为我是帅吧？我脑子里想很多，你知道吗？但是真的好痛，因为我小时候看太多了。来个偷懒，嘿，拒绝指教。养成自信点，发出声音。哦，我没发出声音。我现在，你知道，我有时候这里，我感觉有东西，就是我这样。然后你知道吗？现在不是有很多说油腻的样子，然后。我总觉得人家不会以为我在这个什么吧，就有时候我就会不是，就是就比如说我觉得这里我感觉咬到了，就是一直然后我平常确实是没有太多表情，然后我没有表情的时候，我就觉得人家不会以为我在耍帅，我不会觉得我很油。当然这些都是我后知后觉的，因为我以前从来没这么想过，我只是会后知后觉一下。
我冷脸很帅。实不相瞒，不是我自恋，我自己也这么觉得。肯定是比我跳起来要帅的吧？这个我没有说错吧？对吧？我给你表演。现在是没有精神的状态，但是我一般都是这种。就是我正常的状态下，也不正常状态，放松然后没有人的状态下。老脸太帅了，确实不狂，天哪。那你哦，嗨，我现在新闻眼最喜欢的歌曲是什么？谁没事拉了个脸笑嘻嘻走路上，你说的对，肯定度 no no no， 我说的十六人组，你们觉得猜不到。最喜欢的一首歌，我变了，我猜是什么？No no no， 守门的就是，不是梦想了已经。不知道有什么歌，没事，我刚开始也记不住这些名字，我记了好久好久才记住。没错，是旗帜，我现在最喜欢旗帜。对对对，喜欢旗帜。旗帜是最后一首，前四首的最后一首。就是第四首了，就是他算是比较帅的一首歌，对我的，就是他的歌也是，就是歌词很中二，不是跟 BLFest 没什么关系，他怎么说呢？反正我蛮喜欢的，主要是他越听越好听。而且是那种我跳起来比较爽的那种，好开心，就最喜欢这首歌。而且因为有的舞它编的动作很难受，我本来学的时候还好，越改越来越难受，越来越难受，导致我很多时候，比如说我有时候动作是要做的，然后跟我说你这里不要做了，你往前走，但是前面没地儿跟我走，所以我迫不得已停下来在这等三秒，然后再继续做动作，就很难受。为什么要改？突发奇想，有时候突发奇想说哎改成这样，就变成这样了，然后就很难受很难受。只有这一首歌让我跳着不难受，就是前四首啊，只有前四首这首歌是让我跳着不难受的歌，其他歌都没有那么的顺畅。这首歌是让我觉得最顺畅的，最跳起来最容易入戏的一首。谢小苏的0.1分，看看菲菲又那个掉乐乐。很容易，我还没有点开看，但我看到那个图片了。希望能多去几个地方巡演，应该会去的哦。希望能够多去一去，到时候会去的哦。说到就一定会有。真的有首歌你怎么玩得上？你去看我房间嘛？不是，我嘴巴，你看这一圈被辣的，哎呀，好痛！我嘴巴是这种很淡的，一点点粉，一 QQ。这一圈是陈叔叔被辣的，好痛！这一圈，好痛啊！下一站成都 ，no， 我是成都。啊，人居都挤不进去送花，那你得喊出我的笑包，给你个花，你这样子一喊我就会停下来的。对，我知道了，但不跟你讲，是我
嘿嘿，是因为昨天月仔他邀请我去参加一个东西，哈哈，然后我跟我说了个日期，然后我就去问叶总，我这个日期有没有事情，然后他跟我说这个日期你们要去哪哪哪，但是我现在不跟你们讲去哪里。对呀，早已很搞笑，因为昨天群消息太多没有来及看到，很晚的时候我才看到，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啥时候不告诉你们，等确定下来的，因为我怕去不成，我说我得去问问消息，然后问了一下有点撞了，但是现在一切都没定下来呢，所以我不能提前说，但是只是说有很开心有这么一件事，而不是又合作的事了。所以然后他跟我讲，他说他总选的时候也会去，然后他彩排的时候应该就会去，我说好，那我就可以去找他喽。OK， 哎呦，不行了，我这痛痛，我要走了，朋友们，我要走了。哎，那这个那个什么还没下呢，把那个卷卷下了。还在吃啊？嗯，不好意思呀，我还说走就走呢。他们刚下了半只鸡，你不知道吧？熟了很久了。你要不要刚下了半只鸡？这不是刚下的？啊，要喝要喝。你不喝就没有人喝。好，我要再来杯白的。白？对。给我来杯白的。你就放在你那里。好呢。给我来杯吧。嗯。放不了他那里了。同志们，干了我就走了。可以，你能喝完。给你放这什么？把你手还放。哦，走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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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